一样是 Amazing Grace 来做示范的例子。现在要把八度音加进来，八度的根音，所以一样是这个第一级 A 为第一级，大三度在这边。那像这个 A，注意看高八度的 A，也是高八度的第一级，这个弦很，我们会反复的出现。A，A，好，根音。大三度以及高八度的根音，这也是第一级和弦。然后第四级和弦一样，从这个型往下移，把根音从第一级对到第四级。那第五级，弹起来是这样，Amazing Grace。How sweet a song! They save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现在来把和弦的七度音加进来。七度音有分大七度跟小七度，像这个为第一级，它是根音，它的大七度在这边，小七度在这里。加了大七度是 major seven，我们来弹第一级的 major seven 是这样。那如果第一级加小七度呢，就是在这样子。在这边，听听看，这个声音很不同哦。Major Seven 跟 Seven，或者叫 Dominant Seven，属七和弦。好，这个是第四级，它的大三度，它的大七度，Major Seven，第四级的 Major Seven。第五级的根音，它用的是小七度，属七和弦。根音，这个是大三度，这是小七度。好，那有可能会加入第五级，有可能会出现它的增五度。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级，刚刚之前说的根音大三度，这是它的，我的食指按的是完全五度，再高一个半音，就变成增五度。这个等一下的演奏里面会用到。来了，第一级和弦，我用这个根音大三度八度音的，Amazing Grace。第二个我用 Major Seven，然后第四级 How Sweet。The song，属七和弦。再回来第一级，They save，然后用 Major Seven，A wretch，然后第四级我用 Major Seven，啊，对不起，第五级我用属七和弦，Like me，好，这个是。第五级的增和弦，回来第一级。I want major seven，然后第一级的属七和弦。Were lost，然后第四级 major seven，but now，第五级属七。I found。Was bright。第一级哦，有加八度音的。在第五级属七，在第四级 Major Seven，回来第一级。好，整个弹一遍哦，连起来。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ey save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found.Was bright, but now I see. 再一遍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a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right, but now I see.